是不是以为我去日本了？但其实不是，这是杭州的一个。都剪进去了，当然是。看我的卡子来带我。能跟叔叔握个手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靠近一点。我像哥哥还像叔叔？你觉得？你像哥哥吧。好为难，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年轻，已经变叫叔叔这年纪了，我裂开了。总算全上齐了。我们之前是打算两个人吃，因为我们没有点寿喜锅，然后正好有另外的朋友他点了寿喜锅，然后我们各求所需，从两个人变成了五个人。开始，哎，我先吃下和风巨快。嗯，红烧肉还是好吃的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酱嘛，是不是？你们也吃啊？为什么吃呢？会开进去吗？我们吃的话，我给你拿码的，放心吧，好吧。谢谢。嗯，那我中午吃这个肉味，我吃下这个寿司。之前吃了自助的，现在又吃了这个单点的。不过这寿司馆蛮便宜，只要78。哦，欢迎两位。要吃吗？我也差不多。真的很醇厚，这个汤。我感觉它这个汤要比去吃自助那个酱汁要更加浓郁一点。我要吃饭了，你要吃一下我的猪排吗？我一碗猪排卖就是3块猪排，裂开。嗯，我这个饭还挺好吃。它主要是淋酱汁的，所以它饭吃起来不会没有味道。你们吃饭都是不说话的吗？说什么？啊，那没事的。你没有吃早饭。我也没有吃早饭，我就这一个现在吃的格外香。我忘记了，看这个没？之前我们都是喝小瓶的，然后金主爸找到我，我要了瓶大瓶的，好吧？我请在座的各位喝瓶酒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不是谢谢我，谢谢金主爸爸。然后我这瓶呢，它是烟熏味的，新品。干杯！和烟熏味相比，那个它层次更加丰富一点，果香味也蛮浓郁的，它的甜度适中。然后我们点一个寿司拼盘。寿司拼盘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虾啊，这是蟹柳的。好的，猪排饭即使没有猪排，但是跟寿司锅也吃还是挺好吃，饭跟寿司锅也蛮配的。是冷菜的，没吃过热的，没有吃过热的，好难哦。我是被感动了，看饭真的太努力了。很好吃啊，它那个下面的酱汁我觉得真的很好吃。不浪费粮食了，不过这家店
我觉得比起食物的好吃，我觉得还是氛围比较好一点。主要是四个女生陪，是吧？是吧？那我真荣幸，以前吃饭是一个人吃，今天有四个小姐姐陪。那以后吃饭叫上我们就好了，一句话，肥够肥的。那我这辈子吃不上热饭了，就是我今天的晚了。是你吗？干杯。好，谢谢。你看这大福，这大福它只要10块钱，它有3个，帮我点点，吃哪个呢？啊，我要吃最特殊的，这什么味道呢？跟那个草莓棒冰、草莓奶昔里面味道一模一样。所以你们要吃，我再给你们点一份。你吃饱了，吃饱了。你都帮我干杯，你就猪八戒吃人参果啊，一口吃呗。嗯，我以为还是。草莓味好吃一点。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各位收看到这里。如果喜欢小刀的视频，记得点关注、还有点赞、投币加收藏。老板，下期视频再见。最后敬你们一杯，干杯。